你要杀我吗？千年轮回将临，魔界恐会生事。到了前世，到了今生。 十天之后便是月圆之夜，妖魔定会拼死抢夺魔界之力，我会赐予你更强大的力量。我叫雪晴，从西域来。你是妖？难道妖的爱配不上人的情吗？凡人受用仙气，必被仙气所伤。